为什么火箭和浮虫里飞行？为什么地球绕着太阳旋转？为什么飞机在天空上翱翔？我看到满天的繁星，脑海里装满了疑问，这里是浩瀚的宇宙，答案一起探寻。我听到秒针的大声，脑海里装满了疑问，这里是多彩的世界，答案我们来探寻吧，我们来探寻。为什么月亮每天都在变化？为什么树叶四季都在变化？为什么天气每天都在变化？我看到满天的繁星，脑海里装满了疑问，这里是浩瀚的宇宙，答案一起探寻。我听到秒针的大声，脑海里装满了疑问，这里是多彩的世界，答案我们来探寻吧。我听到秒针的大声，脑海里装满了疑问，多彩的世界，答案我们来探寻吧。树下你和我，智慧树前做游戏，欢乐多又多。泡泡实验室，智慧树星球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泡泡实验室里做了什么好玩的实验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咕噜咕噜，大家好，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。我们今天要探索的奥秘和一个图形有关哦。这个图形很常见，也对我们有很多帮助。到底是什么图形这么神奇呢？是圆形。嘿嘿，没错，小咕咚想带大家了解的就是圆形。现在我们就去泡泡实验室，一起来了解圆形中的奥秘吧。咕噜咕噜，小朋友们，我们要想把一桶很重的水快速搬到对面，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。一种是直接搬过去，另一种是滚过去。嘿嘿，你会选哪一种呢？当然是滚过去，滚过去省力又省时。咕噜咕噜，嘿嘿，小朋友说的太对了，其实这个就是和汽车轮子很像啦。不如我们去泡泡实验室了解一下吧。哎，那你们说如果把这个车轮换成其他的形状，会不会有圆形那么方便呢？不行，如果把它换成三角形就会咚咚咚。哦，明白了。小朋友说，首先走得远不远快不快不说，它太颠了，对吧？太颠了，我们坐在车上总不能老是像坐轿子一样啊，咚咚咚。这样吧，我们来试一试啊。我准备了三种形状，一种是圆形，一种是三角形，还有一种是正方形。哎，我们请白队的小女生先来选，你们觉得你们认为可以走得最远的是哪种形状？圆形。圆形。好，我们来试一试啊。我们数一二三，然后我来松手，一二三。
哇，已经跑到了电视机的外面，小朋友看到了吗？在你家里已经滚住了一个这个圆形的这个模拟的车轮，总之跑得很远，对不对啊？已经看不到了啊。蓝队，你们选哪个？方形，方形，方形会好一点是吗？来，一二三，还可以吧，反正稍微走了那么一小段啊，比我想象的走得远，是吗？你们觉得三角形会比它走得远吗？不会，不会啊。三、二、一，啊！看来走得最远的是圆形。哇，圆形的轮子中也有这么多奥秘，这个圆形真不简单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和圆形有关的第二个奥秘啦，那就是井盖。小朋友们，小古董有个困扰很久的问题，那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井盖是圆形的呢？我想泡泡实验室一定会有答案，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什么好玩的科学游戏呢？大家看，在我的面前呢，有形状不同的三个物体，那它们来模拟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平时可能经常会见到的井盖，你们都见过吗？见过。哎，那小朋友来告诉我，你们见到的井盖是什么形状的呢？谁知道？好，浩宇，圆形。圆形的，你见过圆形的井盖？好，方形。哦，说的没错。我们来看这个上面的横截面是什么形状？什么形状？三角形。对了，而这个是什么形状啊？圆形。那这个呢？正方形。没错，井盖的确有圆形的，也有正方形和长方形的。但是啊，我们见到的井盖绝大多数都是圆形的啊。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井盖它是圆形的呢？小朋友都眉头紧锁啊，在仔细的思考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哦，有的小朋友也不太确定。现在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科学游戏，我想你们就会明白了啊。现在呢，首先我请小朋友选择一种你觉得最安全的形状的井盖。就是用哪个形状做井盖最不容易掉下去？圆形。我来试一试圆形啊。假设这个井盖没有盖好，放在了旁边。哎，这样会掉下去吗？我们来试一试。确实。不管怎么样，从安全角度考虑，这个井盖不会掉下去。如果井盖掉下去了，没有井盖了，行人和车辆从这儿路过的时候非常的危险。那么其他两种形状难道就会掉下去吗？我们请小朋友来试一试好不好？来，白队先来吧。好，首先来试一试方形的井盖，变换一个方向。变换方向和角度。哎，好，再来试试。哎，方形的井盖有可能掉下去吗？有可能掉下去，如果掉下去就很危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蓝队，我们来变换一下位置，角度，或者这样吧。哎，这样就掉下去了啊。来，那你再试一下圆形吧，浩宇。来，你看圆形，你有什么方法能让它掉进去吗？能吗？不能。再试一下，完全没有角度。哎，好，谢谢二位。小朋友们，刚才啊，我们通过亲自动手来实验，我们发现了圆形来做井盖，首先第一个优点是什么呀？安全，井盖不会掉进去，对不 对？看，无论变换任何的角度，没有问题，掉不进去。其他两种形状呢？掉进去就很危险了。没有井盖了。啊，只有圆形，无论从任何的方向都掉不进去，所以这就是井盖为什么绝大多数是圆形的这个原因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非常的安全。哦，原来圆形的井盖更安全呀，小朋友们记住了吗？最后的圆形的这个奥秘就更为神奇了，因为是圆形所以能悬浮。小朋友们是不是很好奇小古董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嘿，别着急，现在我们就去泡泡实验室答疑解惑吧。
今天呢，我们又要来玩好玩的游戏了啊！首先看这里有一个什么呀？气球。我想问问小朋友们，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让它悬浮在空中吗？我们可以用线把它挂起来。哎，小朋友说，你不是说要悬浮在空中吗？直接用线吊在半空中，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啊。还有什么方法吗？好，你来说。我的办法是用手把它给拍到天空上。哎，是吗？哎，其实小朋友呢都是脑洞大开，说的都很棒。但是呢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好方法。接下来我要拿出一个神秘武器，大家看，认识吗？哦，知道吗？吹风机。哇，你们觉得我用吹风机能够让这个气球漂浮在半空中吗？可以。我们来试一试好不好？哇，哇，厉害啊！怎么样，小朋友？掌声在哪里？太神奇了，绿宝宝！只要我们对得准，就可以让它长时间的漂浮在空中。看来这个吹风机啊，除了帮助我们做发型以外，还有这么神奇的作用。接下来呢，在我的面前呢，有几样东西，那我们就来挨个试一试。首先，小朋友看好了，首先是我们的网球，哎，飘起来了，是吧？很小的一点。因为它比较沉，所以说呢不能够吹得很高，但是我们看到它已经在吹风机的这个出风口上面滚动了。下面呢我们来试一下同样比较轻的塑料碗。这样呢好，纸盒。小朋友说的非常轻的卡纸应该可以成功，我们同样来试一试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海绵。看来怎么样啊？并不能够成功，对不对啊？好，下面是我们的海洋球。好，看来也是可以成功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乒乓球。哇，吹得好高啊，而且很稳，看到了吗，小朋友？非常稳，对不对啊？看来这三种球类都是可以成功的。可以成功的有什么特点呢？是圆形的。都是圆形的。哎，为什么圆形的就能成功呢？大家仔细看，哎，在这个吹风机往上吹气的时候，由于它是圆形的，所以说呢可以从它的各个方向往上吹，就把它给托起来了。咕噜咕噜，怎么样？没想到小小的圆形还有这么多的奥秘吧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还知道哪些圆形的奥秘呢？欢迎告诉小咕咚哦。请你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做。请你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做。玩具乐园，玩具乐园，这里有我的好伙伴。玩具乐园，玩具乐园，这里是我心爱的家园。飞机、火车和轮船，穿越大海和山峦。布娃娃、来过家家，还有我的小黄鸭。滴答答，滴答答，吹响我的小喇叭。玩具乐园。是我心爱的家园，玩耍过后要收集，一样一样放整齐，爱护玩具人人夸，啦啦啦啦啦，滴答答滴答答，吹响我的小喇叭。玩具乐园，玩具乐园，这里有我的好伙伴。玩具乐园，玩具乐园，这里是我心爱的家园。火车和轮船，穿越大海和山峦。娃娃来过家家，还有我的小黄鸭。滴答答滴答答，吹响我的小喇叭。
玩具乐园，玩具乐园，这里是我心爱的家园。玩耍过后要收起，一样一样放整齐。爱护玩具人人夸，啦啦啦啦啦，滴答答滴答答，吹响我的小喇叭。这本书的封面上你们看到什么了？小手。哦，看到了几只小手做着不同的手势，那都有什么手势呢？打开的，有张开手掌的，还有伸出大拇指的。那我们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，咕噜咕噜，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，溜溜溜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溜溜，铃铃，赶快让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吧。好的，铃铃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我叫庞子林，我喜欢拼积木，也爱画画，我还养了很多植物。我最近学会了叠衣服，我棒不棒呀？咕噜咕噜，
小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，点击关注智慧树，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哦。好的，小朋友们再见。